当美魔女妈重温选美梦，国三生上街拉票。高一号赛，然后希望你在什么好学校，好现在可以今天入籍，然后你要有爱心办。新北市街头竟然出现这样的母子档，拿着手机沿路向人拉票。我现在跟他说你们已经拿到多少，然后你今天是当三月还是当什么网页？对。上街替妈妈拉票的孝子洪子杰，心目中的美魔女不二人选就是自己的妈妈。妈妈年轻时曾参加美发店的美女造型选拔获奖，三年前外婆过世时仍念念不忘妈妈选美一事。她决心让妈妈重温旧梦，誓言要将妈妈拱上美魔女宝座。她一晚最高曾经替妈妈拉到八票。你去帮妈妈拉票吗？发讯息，不会的，妈妈很勇敢。妈妈很勇敢哦，对啊。喜欢这样的妈妈。如果说是你的话，你敢这样做吗？我可能不太敢。不太敢这样做，所以妈妈可以带给你另外一种勇气就对了。嗯，拒绝没有关系，可以拉到票。蛮能干的一点女生，然后在家庭又蛮照顾。经过他和妈妈的努力，总算从三十人决选中胜出，明天将进行前三名总决选。他认真就是做他想做的事情，应该会跟他一样很勇敢，然后还要跟他保养的一样好，跟他保养一样。董新闻母子情深报道。